11月4日，董浩叔叔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近照和一些作品，可以看出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，而且面色红润，满脸堆笑，看起来依旧是亲和力十足，丝毫不像是一个62岁的老人，他的状态也不像是一个病重的人。网友纷纷点赞留言，董浩叔叔保重身体啊，哇塞，董浩叔叔棒棒的，好想求一张叔叔的画呀。作为一个从小喜欢书画的人，可以说很崇拜董浩叔叔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